して。就是我很喜欢你的声音，你跟刚刚那个妹妹一样是 pure 的，
天籁之音男生版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听很多像中国好声音，你有听吗？有啊，对，其实他们的声音就是过于浮夸，虽然技巧很好，可是我觉得都是缺少这样子的声音。你的声音是非常真诚、诚恳的，这样的音乐才会传达，然后才会感动别人。其实那个舞台应该放大的都是在这边的选手里面，所以你们要保持这样的心，然后唱歌是有，你的歌声是有疗效的，所以这样子多去比赛，多去唱歌，然后总而言之让人家放大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世界就会更光明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李老师。